我知道點樣唱個 demo， 但係轉咗呢個曲風嘅時候，我真係坦白講，我自己喺屋企 prep 咗一段時間，我都唔知道要點樣唱。我覺得係同個音樂好分開啊！諗唔明點解有啲歌呢間卡拉 OK 有得唱，啊嗰間就永遠冇嘅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？或者你有冇留意到有呢個情況咧？識啊！我就係想知點解全部卡拉 OK 都冇得唱我啲歌。哦，這個都是好問題啊！晚吹音樂系星期四晚11:30 ，Feel TV。